这个今天那还在睡啊？妈，大清早的，你进来能不能敲一下门哦？这房子都是我的，我想进哪个房间，要你的影响。妈，你尊重一下我们隐私好不好？毕竟呢，我们都是成年人啊。就是这是我生的，还有那种隐私？妈，小兰没说错，你看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，你下次进来的时候能不能敲一下门咯？好了好了，下次我注意就行了。行了，对了，老妈，喝起喝尿找我干呢？你看人家海鲜都起来大半天了，我都和他聊一些，你可把聪聪接转了嘛，我想他得很。哎呀妈，人家海鲜都说了嘛，聪聪在上学。啊，你给陈海鲜商量哈，把抚养权要回来，给他的字面读嘛。妈，你觉得可能不嘛？海鲜他会同意吗？不管你用了。让我跟小张离婚啊！我说的就是这意思。妈，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哦？毕竟我孙子，你算了子，你只是个外人。妈，难道家佑就不是你的孙子了吗？你只想到聪聪是你的孙子，如果跟小张离婚了，那家佑怎么办？